然后开始蹲着，看能够蹲多久。如果你可以蹲到五分钟以上，我觉得你很厉害。如果受不了，可以起来，没关系。不错哦，大家都很有潜力啊。老师，那个背是要直的还是弯？稍微内，稍微往内收。我们在含胸拔背，而不是要你让一定要挺得很长。老师，我有在上一个课，他说膝盖不要超过脚尖。没有错，没有错，是没错的。啊，我看你膝盖超过脚尖。我只是要蹲低了。不好意思。核心肌群 OK 就可以蹲。不是，他会伤膝盖。他容易受伤膝盖。他说，因为我刚看到你那个。可是你那个是就是因为你是练太极拳系统是这样想的。不，我现在还在上巴西战舞，叫卡波耶拉。哇、那个也是不可以超过的。我们是这样做的。对，这样。可是这样做没办法打拳。他跳战舞啊，我们跳战舞是 OK 的。哈哈哈哈哈。那个马步就是在发现马步是一样可以理解，就是调整你的姿势啊。哦，但。他讲的是没有错，能够不超过脚尖是比较好的，没错。好，再来，在这个我们这个太祖拳哦，基本上，比如说我们马步蹲下来之后，我们出拳，有人出拳会直接出直拳，好、哦，但是有人出侧拳，但是我们拳路是怎样？旋转，一个螺旋镜。什么叫螺旋镜？就是说。像如果有用过打靶的，那个枪管里面是有膛线，那膛线是螺旋的，哦，因为螺旋会加速，然后加速之后它打下去，它力量是会用钻的力量，哦，如果你直拳打人，只是打到痛而已，可是那个你螺旋打进去的时候，那个是会钻到里面去，那种痛感那个不一样，是痛到里面去，痛是心北的那个痛，不一样痛吧，哦，然后把物堆起来。拉回来，哦，然后打拳的时候其实是要出声的。为什么是要出声？因为打拳我们是用力量，如果你没有出声的话，哦，那个气憋在这里面，哦，憋久了会内伤，哦。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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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脚尖往内包，稍微内包，哦，不要外开，脚尖稍微内包，对，然后再来就是，其实这是正拳哦，正拳这个攻击，但是其实要真的要打拳是要转身，就是借着转这个腰的力量，然后腰它会带动往下的力量。开始，好，对，这个就是一个旋转的力量哦，你不会只是靠你上半身的力量，你靠了，你当你学过习惯之后，我靠腰力之后，接着这个力量会带上来。哦，对，就看你在练侧拳的时候这样，它那个力是从下面往上拉的，所以你要先从腰练起。有腰跟着动，然后你才能够把后练好之后，才能从在地上再把力量拔上来，才有上出去。好，然后刚刚这个再往下一段就是，比如说再一样把木蹲好，好，再来这个动作，画一个圆，由下往上，对，由下捞，像海底捞月一样捞上来。这个动作，然后再转过来，再转，嗯，他意思就是筋轨，打急过去，然后是急，然后先，
先上来，然后再那个缠回去，顶。有人说卷回来。哦，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但如果这个再一把简化，就直接先卷。哦，它就是缠，就是缠的意思。然后你们要当这个当霸兵。年轻的，对，其实基本上，他如果过来，我要他其实基本上我们南拳系统，我们不会主动去攻击人家，我们叫他消相塔，消散打，消散打，或者说是一个就会化，或者要先化掉别人的攻击力量，然后再散开来，然后再去打，对，然后所以他都有这样，你叫先打我，我一定先。把它对掉，把它化，等于是化掉它的力量，哦，先做消掉的动作。然后刚刚我那动作就是说，这是先嘛，先，对，啊。然后我的闪什么意思？我这样抓它，我同时跑过来是闪，我闪到这边来，而且它要打我很难打，对不对？对。然后再来就是我要打它了，我可以怎么打它？打。我可以把它打这里，我可以打它这里，我可以打它这里吧，我可以这样子吧，都可以吧。就是说，如果消散我做得好之后，接下来他随我打。但前一条就是他对武术不太行。如果他真的很强，他一定有学过怎么去回应我。哦，所以说这个动作，所以说我这个其实他打过来之后，我这样过去先掉，然后抓住，其实他就是这个作用。然后如果再加上我从天生哦转进之后，我再打他，那就另外一个动作，那另外一个。然后打他这里，他得会断，一个力量往这边，一个力量往这边。然后我打他这边，其实往下压制他。啊，我如果这样过来之后，我打他这边，这绝对内伤，对，那下面绝对内伤。所以其实在谢谢，其实在这个我们这种传统的。这种在地的这些一百多年传承下来的武术，因为在当时要传承目的就是要不是强身而已啊，强身是其次的，那这是要防御，然后要保护自己的家园，保护自己的财产身家的，哦，甚至有时候要奚落有身为有这些三姓械斗，我不同性别之间我们会自己争斗，哦，那时候其实武术就非常重要，哦，你要谁要比谁的拳头大，而在以前。西罗是在八点一那个开江南大郡之前，西罗的水利设施就是靠闽南人跟客家人来这边已经把水利设施做好了。西罗的这个米的产业发展其实比江南大郡开发起来更早就有，所以以前在日据时代不是西罗日本天皇的一个他们的中共就是西罗出去的，那西罗在很早，他1700年就开始在发展这边的。就是一设施这边的稻米产业，所以当时很多是那个地主跟地主跟佃农，哦，地主可能就几百公顷的一个田嘛，一个田，然后有佃农，可他那些几百公顷，他分布到好几个地方，他要运输，哎，其实也都需要武力啊，哦，都需要武力来保护他的一个米的运输啦，或是他去贩卖的一些安全，所以那时候武器真的非常重要，哦，所以说刘长说那些拳，你看那些我们。西罗在地的拳路都不华丽，看起来好像笨笨拙拙的，但是都很实用，都是可以杀人，真的要杀人都可以杀人。哦，对，但你看我们像2008年的时候，北京不是办奥运，你看他们那个有一个表演项目就是武术嘛，可是我都觉得他们武术不叫武术，他们叫舞蹈的武术，他们是把武术结合体操，啊，做了一些很高难度、很华丽的动作，但其实。实用性其实都有待商榷，哦，但是在台湾这些传统的东西，它真的非常的实用，非常实用。好，那刚刚大家稍微学了一下哈，我现在打一套拳，哦，给大家看一下，然后等一下我会从那套拳路里面去抓一部分拿出来，哦，让大家来分享。然后我现在要打这套拳叫做天师扣印，天师扣印。天师就是张天师，张天师是抓鬼的，好，啊，扣印章就对了，啊，天师扣印。
然后这样是在行医堂的太祖拳里面，我是叫喇罗哇，六路外 的第一个套路，叫做天师扣路。那我打掉从这边打过去，还是从这边打过来会比较好？都可以啊。我说会跑来跑去。基本上，因为你看传统，因为其实武术传统武术它都是有一个阶段性的训练，从最基本的啊、一直慢慢的新增加一套，它增加一些技法。然后逐渐的去帮他越来越越板的、啊，越这个眼界那个丰富。然后，但是其实你要在练习的，老师傅要教徒弟，他不管他满场乱跑，还是要一个路径可以追寻。那在我们很多拳都是进去，往前走，转身再回来，这边再收。哦，这是我常常看到的，像昨天你们在有去修大桥，你就会看到，哦，都是直来直往比较多。但也有一些是会侧边的，比较细嘛。好，打四门，打四门就是打六方向，哦，那个就会比较有多余。但是如果你可以看北拳的话，就是它就可能蛮常跑的，等于那些就是不太性质不太一样。第二条就是那个天师扣印，啊，你看其他里面，哟，有这两位也是吗？好，这条也里面那个从一开始自留动作，好，这是没有的。就直接这样抓过去，把它提起来。既然他就是防御对不对？他防御对不对？他有防御，所以他抓我的手，然后我就上去，这边打下去，跳上去，然后这边，哦，是吧？等于说，我先抓他，然后让他会来抓我，他很自觉的反应就会抓我，抓着我再把手展开之后，攻击太阳穴，再下阴，再下去会怎么样？略打。对啊，所以我说一个简单的动作就这样，对。我都很有力气。就这样下去他就倒了。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里面的小，你把它这个套路这样看起来没有什么，看起来笨笨呆呆的，没有什么华丽的姿势。但是每一个东西把它抓出来，它都可以治人命的。然后再有刚好提到说，田叔扣你，哦，田叔扣你的。他的扣影对，你们看我这个，把它抓起，不好意思，对，就是一直呢，就是抓到他的手，对，然后其实我的脚是刚好这个脚打起来，就是把它勾打，让它跌下去，然后再压下去，扣影就这个意思，哦，然后把脚踢一下，把它踢倒，然后再压下去，其实它就有擒拿的效果在里面。我都很都是擒拿术，对，都是擒拿术。对，他一招，他每一个步骤就可以略倒了。对，所以其实这些动作就你看，这一套拳里面大概一分半左右了，可每一个东西抓出来，他就可以要你的命，然后接下来过来，有一套这个动作叫做，我转身之后不是这样，四跪，尬砍，慢跪，好，行跪，对。然后这个动作其实，对，就过来，
step， 四轨，四轨量，杠，这个退下去就可以断了，这边就可以断了。然后他说我再把它推两步，我说没有直接算，一步两步，然后再来，好惨，对。所以里面太有太多可以、喔、可以置身于死的招式在里面，这样可以打死一脸的人了。对啊，所以说，其实我们常常讲说武术、哦、在以前它确实为了防身、哦、为了要格斗，因为这是生命财产的安全，其实是需要靠武术嘛。所以在以前，如果大家有注意过，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李鸿章不是他们割让台湾给日本嘛？他上书给那个慈禧太后，说这台湾这个什么某某小岛，什么男不女，你男不亲，你不什么，然后就什么，把台湾讲的这个一无是处了。所以你就知道说，台湾基本上在清朝时期，他对于清廷对台湾的治理是没有真正很用心的治理。他的武力就会摆在台南或者邦港，哦，主要的政治中心跟他的商业中心，其实对其他地方其实是没有那么的强烈的一个自我保护动作。哦，所以说那时候确实这个民间武力它是有必要必然的，它需要是成型的，然后它也能让这个大家的生命财产安全。但现在呢，我们现在好像武术没有用，感觉起来现在武术已经不是一个必备的一个技能，它不是我们生存所必要的东西。啊，因为现在这种方便啊，打上电话警后，现在警察好多，像狗一样多。然后你要犯罪的话，就马上到处这样。现在所有台湾的所有的摄影机全部都联网，警察只要坐在一个空间里面，所有人我调哪一个逃亡路线，咚，全部一次全部摄影机一路十一分几分钟内全部调出来，就把你抓到。可但是呢，真的不需要武术吗？还是有它存在的价值。但健身是一个必要的，然后再万一，不怕一万，只怕万一。正杰。对。就是说，你郑杰是一个，然后或者说在做，在这个现场这些很年轻漂亮的妹妹啊、哦，如果你有一天你再去一个聚会，穿着裙子穿得很短，然后穿着很化妆，穿着腰脚逼嘞，半夜你这个宴会结束了，你要回家，下了捷运你要走回家的路上，因为男宝不会让你像藏着一个坏人，哦，在外面跑出来的时候，他从后面抓住你，那你要怎么办？如果你有学过一个。万一，就是你有学过一个武术来讲，其实你在瞬间你的反应，虽然不见得你要把它打趴在地上，可瞬间你的反应一个阻挡，哦，一个简单的一个动作，其实你都可以让他失于防备，然后他觉得瞬间他会闪开，就是你逃跑的一个最好的时机嘛。好，比如说我们讲一些动作好了。你在对，这种动作，这个动作其实就是一个闪动。老师这边看不到。对，这是一个我们叫骗球，一个骗球，他眼睛一定会闪到。这样简单甩一下，因为有时候我们觉得说女生她力量不够大，你真的要靠你的肖像爬，你要爬，你就打下去棉花，像打在棉花，一个棉花力而已，没有力量。所以你这个动作下去，她会怕。那怕的时候，你再加什么动作？对，摇下去，对，下，可是这下可以摔一次加这两次，你可以摔下去之后，擦过，往眼睛啊，所以你力量不够啊，他都不会跑啊。但是你往眼睛下去了之后，他怎么会是这样子？老师是这样，要戳眼睛。我收下去之后拉回来再出去。对，你眼睛擦下去的时候，他不怕吗？所以你的力量不够，你伤不了他，你伤不了他太好了，你伤得了他，你糟了。所以他就说，因为你是练家子，你打伤人家，你有练过，他没练过，这样你的罪比较重。可是跟女生来讲，你力量不够啊，我只这样骗，这样子，我力量他不至于伤到他的眼睛，会让他失明了，所以我是正当防卫。所以有些很简单的动作，其实就都学下，其实都是有帮助的。然后谢谢，不好意思，因为拿他爸爸这样子，不过他有一件他很稳。没有，我
在医院也常遇到这样的事情。他是急诊室医师，而且是在那个新北市嘛。以前就遇到，就是有黑道就一下子瞬间把那个警卫给制服，当把他两三下就把他打趴在地上，然后一直打，然后我在那边我就只能说害怕，别再打了，不知道该做什么。我想先大家。对了，他们第一个人来的时候，把警卫打下去，后来他又找另外一个朋友来，看到第二个朋友来，我没有第二句话，赶快。我想说一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问的，或者是想要表达的？你要问吗？肖像他的肖是什么肖？就是消退的消。消退的消啊，那个代表什么？消就画力，画力，画力，就是说他打直拳，对，我横着去把，我就把它坏蛋画底蛋吧，横力破直力嘛，把它拨开了，就画掉他那个直拳进来的力量，画掉他的力量叫做消。先拨掉再闪再打。哎，对，可以看一下。他应该去换小礼服来示范。这个动作是同时在做的，你可以看，可以注意一下。小心需要。消，怎么讲？我脚同时在动。消，过来就向鬼了，侧就侧身了嘛，再来打。对。这都好稳哦，像推木一样。马步要低，一定要都要练马步，你要低才打得动啊。老师，那有没有可以具体一点？就是如果我们本来没有专门练什么的，对，那具体一点，回去从呼吸再马步，有没有一个简单的教我？还可厉害了。那其实就是比较简单的方式。对对，简单回去，我们从今天就可以开始练。其实那就是你们现在两人一组。两人一组，好，大家打一个喜欢的，然后两个人一组。可以打吗？好，两人一组，相面对面，两人一组面对面。我喜欢的不是我。啊啊啊！来，啊，两人一组面对面。站到哪是？然后基本上你一脚在前啊，比如假设每个人都是左脚在前。左脚在前。每个人都左脚在前，好，大家都左脚在前，所以你会相对的。然后不要到我。然后边瞄边说出，然后一个人，比如说你们的一个人出右，一个人出右拳。好，我们要一看就是我们这个拳手叫逆向拳，逆向拳就是我前脚在前面，我是右手在前面，叫逆向，而不是同手同脚。好，所以你要记得是逆向拳。然后一个人出拳就好，然后另外没有出拳那一个人。就开始消，对对，动就对，你要他让他侧边去消，然后闪过去，然后缠住他的手，然后攻击他。对，你要用右手，因为大家都用右手，都用右手，因为我们都左脚在前面，所以大家都用右手。左脚在前面。转过来之后，这只手拿着我的左手。你有练过是不是？这边是这样，这个力量好像是接那个管，那打出来嘛。可是你们让女生来讲，你力量是这样子啊？没练过，你很难。对，但是教的是一样。换你出，是这样，这样，然后呢？你是这样子。对。那你是，然后呢？再来是这样。好，我捏是右手。拿过来。然后。你就啊，我就是笑这样的哈。然后。这样啊，这样啊，很有力耶，会吗？会吗？对，你教我啊，对，然后呢，这样，难怪，然后这样绕过来，哦，就这样，对，哦，是这样，对不对？然后，我是这样撑着你，我是这样撑着你。哎，哇，对呀，刚刚我撑的。哎，不要，太大声。哈哈哈哈哈！对啊，可是
是你看，抓到手不是那么简单。对啊，你就是你要抓到手不是那么简单。哦，对，妈妈，你要绕过来，然后绕过来，然后讲，抓到手，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这次是真的根本就会了。哦，对对对，你不要。对对，然后可是我其实，你要打右手，你要打右手，左手，然后右手，对，然后这样，然后翻过来，然后这样，哎，我左脚忘记怎么讲，脚要过来，对啊，手要过来，套路的边其实都是有考虑到说攻防攻防攻防，对啊，我呼气都是小军，我就说你今天直接穿小礼服啊，你是可以的，对啊，那还有一种就是说你会被别人从后面抱住，来我来抱住，抱住对啊，应该是我抱住，没有老师再来嘞，对啊。可是他抱住的时候，老师用什么力量挣脱？
你这个，这个一个是一个短的，短，那胖的，哦，你搞来转转，来转转转，哎，我你转不动，我转是一个横向的增多，转是横向增多，我往下沉，你要练习啊，对，是纵向的增多，对，然后我手再打下去，手是夹在手。对呀、啊，就会夹住。对呀、啊，没错。可是老师应该有一个，要有那个啊。对啊。老师，你看他这个，他就转不动。转不开啊，老师基本上转不开啊。翻车嘛，能力太强。没力啊，因为你腰没有腰力。你的核心不对，你没有练，没有像那袋子里练核心肌群。我核心也不够，超弱的，好不好？你这歹徒太想吃了，气死我想吃。抓选手，快跟那个，我不想当歹徒。不是，我是歹徒。体重要增加，增加一点。还想去谁？太弱了，来狠的，来狠的，再次。哎、欸，你不可以打了。会。哈哈哈哈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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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再一次，再一次，你转一个一个转，一个就是往下。哎，有他后来你用屁股力量就很大。翻身坐莲双锤，哦，翻心翻身莲坐莲，莲花坐莲嘛，然后相锤嘛，好，大家连贯就这样。他是瞬间，对，瞬间同时在做，一直在摇摇摇，然后你刚是突然瞬间一个，对。翻心等于相锤。翻身坐莲哦，那叫你要有要闪到，对对对，对付歹徒，就是不要当歹徒了。那我坐下去。改邪归正很难哎，这个不教你们。对啊，练有，因为我练过舞蹈，对他讲很简单。好，对。好，还有什么想法？还是要叫一下那个急诊室医生怎么样？防卫，招可以用，不要打我。遇到状况有什么招可以用？对啊，其实就是抓住对方，你不能跟对方，你不能抓对方的，就跟他怎么样？哪有对不对？我不能抓他这只手，我如果抓他这只手的话，那他我就被他打了。你要注意，我要抓他这边的手。我可以侧身，我可以侧身过去，然后就侧到。啊，这手要很重要，抓手要抓对。那抓对手之后，他这种身材要打对方不住你，用压着把他压下去，把他全身把他压下去。啊，用接力。没有，可是他对手不是两个三个。没有，那说警卫来了。警卫已经被打了。警卫已经打在地上了。现在以色列那几个女兵啊，一个对三十个啊，连环踢啊。以色列不是最近有一个头戴银柱银军？一路上的一个女兵吗？一个女兵对三十个这个暴徒，一直打一直打，对啊，一直打。没有，其实真正因为说来，像武术这种东西，经济学人越来越少，所以你要碰到很贵的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对，时间差不多吗？差不多了。哦。那是要拍个大合照还是怎么样？啊、你要拍个大合照吗？对着这个，对着这个。对啊，就拍个照。你们可以。那个布条嘞。不想被当家班，这里就是要有武术的氛围啊！没有啊，大家后面。那大家就稍微来一下，因为他武术氛围就是大家还稍微要拍一点，然后到时候就马不正前功。所以没有，你们要站开一点才有办法那个武术的感觉啊。不然你们站太密就不能打武术的感觉。老师，你要跟他们说打什么，不然他们后面一团乱。反正就是左脚在前啦、啊，哦，是我说是，是逆向拳。好，要加个筋哦，筋，
再抬头拍一下。好，拿回来，再一次。好，停。二。OK。这样。再一次，再一次。可以录一段。好，站好，好，进，好，谢谢。我们刚刚在想说，待会儿泡茶，反正今天打拳的话，然后后面里面再喝茶就快。待会不知道去哪里吃的话，可以跟珊珊老师请教，或者是回到基金会可以跟我这边做询问。那结束之后，我们是12点到1点半的时间是用餐。那用餐完之后，1点半一定要准时回来基金会，不能再 delay 了，因为下午的话，我们的茶席一定会准时开始，所以12点到1点半这段时间用餐完之后，1点半回到文化馆之后，我要带大家先去做 DIY。DIY 的时间，因为一个小时，因为大家有的人可能比较擅长 DIY 的，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摸索，所以时间的话，我怕会怕大家会 delay， 所以我们就是说1点半到2点半一定要准时做 DIY， 做完之后我们再回来文化馆，我们下午的话还有3场次的茶席，那我们就是为大家保留那个茶席的位置，所以就是大家一起来体验在我们的老茶庄里面喝一杯好茶。那就是我们茶席结束之后就是大家的自由活动时间。那如果大家要再骑车去看一下西游大桥，或者再去街上逛一些老街，逛一些店家的话，也都非常的欢迎。那我们今天的活动就是会到这边结束。那我们再掌声，谢谢李超，谢谢给我们带来一个这么精彩的早饭。对，好，那待会的时间我们就交给我们的廖少昌廖老师。来，老师，我们是不是给少昌老师一个掌声？